嗨啊，我是 Freddy， 来自 TOGL Technology Syndrome Berhad。今天很开心，因为一笔掀开了一个全新的里程碑，然后能够站上这个舞台去得到这个肯定，我们觉得非常的荣幸。然后我想借此机会呢，谢谢为一笔付出的每一位，然后也谢谢大会给予我们这个奖状，然后非常感谢。那么成功来说呢，我觉得是没有捷径的，我们觉得都是需要一步一步去完成的。然后对于我们的团队来说呢，我们会带着一个理念去做，就是说一件事一群人跟一条心。那么作为这个一个集合的社交通讯直播，然后健康以及这个电商的 APP， 我们将会引用我们创建的这个生态圈，强大的生态圈，去提供更多的这个工具给我们的内容创建者，还有这个中小型企业，然后在扩大我们的企业，同时呢，去引领这个行业去共同迈进。